金发成个贵，黑丝价更高，肉味加藤会，两者皆可包。呀哈喽，我是次郎，欢迎你走进本期的不起眼系列专题。开场白啊，完全没有押韵，还很羞耻，拜托不要回放。OK， 没错，既然看到这影片标题呢，就代表我已经从日本看完剧场版回来了。这一次啊，真的不是我在说啊，应该是最让我永生难忘的一次旅行啊。参加10月26日的新宿凌晨的24点的这最速上映场，并在隔天同戏院进行二刷，外加吃了魔物猎人以及不起眼主题餐厅，一个人独自去了，下了超大雨，完全乌云密布，天气烂到不行的晴空塔，最后还为了一些事情去了一趟警察署哦。人生第一次跟刑警对谈，感这经验真的是不希望有第二次。好，我知道各位可能不习惯看着一个臭宅男的画面，我也希望今天能找一个 cos 人家藤会的女来宾坐在我身边啊。不过节目经费不足啊，挚爱难行。总之，我尽量以画面穿插自己的一些肢体动作作为辅助，来跟各位聊聊这次不起眼剧场版的全面体验。内容包括有剧场版整个故事概要、几段声优 Aisatsu 的场次的有趣内容，以及原作者玩户声优们的访谈。如果是从以前就有在关注我的观众，想必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恋爱系作品的，在当中属不起眼之最。一个人喜欢上一个人，每一个恋爱都有一个过程，一个故事。为什么会喜欢上那个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在这浩瀚的71亿人口中，两位男女偶然间的相遇，经历了步履蹒跚的艰辛过程，从而注意到对彼此的爱慕之心。过程中有欢笑，有泪水，通过各种媒介传达对彼此的思念，这样一整个包裹成恋爱剧的人类情感，不觉得令人全身燥热难耐吗？在剧场版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Fine 中，伦也选择了加藤会，既不是选择美少女轻小说作家的霞之丘诗玉，也不是天才美少女插画家 Sawamura Spencer Aelili， 而是普通的女高中生加藤会。为什么对于安逸伦也这样的死宅来说，她的选择会是加藤会呢？为何不是别人，而是她呢？当然，这一切在原作小说中都有写到，同时也是这次剧场版的故事基础。在节目开始前呢，我想先把最多人会想问的问题提出来，到底台湾会不会上剧场版？我的答案是，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几率，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的上映消息。作为脑粉啊，我等不了，果断直接冲日本看，大概是这样子啊。OK， 那么节目就正式开始喽。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是由玩户使命之笔神奇木人担当插绘的人气小说，自2012年起由富士见文库发行，截至目前共计本片13卷加6卷短篇集 Fanbooks。 2015年放送动画1期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2017年放送动画2期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Flando， 全由动画公司 A1 Picture 高原寺工作室现为 Cloverworks 负责制作，描绘着一群令死宅啊，不是令观众们心跳不已的可爱女主角们，以及为其配音的强大声优阵容所展现的演技，加上原作者玩户使命亲自操刀的脚本，作品话题延伸烧至今啊，并决定制作剧场版。其实玩户在剧场版访谈说，早就在小说完结前就决定要剧场版收尾就是了。剧场版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 Fine 为集结 TV 系列动画声优与制作群所献上的完全新作。安逸伦也究竟能否制作出描绘理想女主角的同人游戏呢？插满恋爱 flag 的狂想曲不起眼最终章就此展开。关于动画一二期及小说部分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不起眼的观众啊，前前后后我有制作共14部与不起眼相关节目，建议您可以观赏完再来观看，会有更好的观赏体验。链接我会放在下方说明处。剧场版衔接 TV 动画二期的最后，小说第8集为制作大作游戏《环域编年记13》被红版朱音所拉拢的诗雨及英莉莉，伦也因新作游戏的制作需求，决定启用从红版朱音如卷入卷离去的波岛一支波岛出海，加上原先 Ice Tale 的成员们共组新生 Blessing Software， 以这样的大前提来进行的剧情改编电影。玩户一开始就已明白8-13六卷外加 GS2、GS3 的补述剧情在改编上有多严峻，哪里该深入描写，哪里该完全抽去，如何选择就成了最重要的课题。不过玩户说他并没有因此烦恼，即便知道会让一些角色派系感到失望，但他义正言辞地说道，这就是身为原作者的我想呈现给各位的，这就是我的决断。那些被删减拿掉的部分啊，如果去看原作小说我会很高兴的。基于上述所述呢，剧场版被玩户拆分成了4大部分。首先是开场到约30分钟左右的女主角巡礼的路线制作，其实是以 Ice Taylor 的个人演唱会炒热观众的情绪。这边一个有趣的点是，当初其实有另一个方案，也就是从原作第10卷海水浴场开始啊，让伊犁和诗雨吐槽什么又是剧场版，最近剧场版动画会不会太多啦，这样的对话作为故事展开。不过监督乖井干太表示啊，想从电影最初就抓住观众的眼光，最后还是选择了以 Live 演奏作为开场，取名为 I Stay With You。 曲风节奏激昂明快啊，旋律带点爽朗脱俗的摇滚风格，配合上大胆的 3D 作画演出，确实马上做到勾引我味蕾的效果。其内容改编自 GS2 的终章，少女们以有名 Comic 为目标，制作人一直为募集基金，通过开立演唱会赚取门票与周边商品利润，同时也为游戏新作打出第一波宣传广告。 Live 演出加上之后的烤肉庆功宴，玩户抓出此处啊，只影像优势发挥其最大效果，真的是十分明智之选。然而更让我惊艳的是在后头的断舍离，
原先加藤惠与一枝的修罗场被活用在庆功宴上，搭配烤炉的火焰为二人意见不合的火花增添了不少趣味性。而打从一开始就从 live 演唱会注意到伦野与惠一举一动的私语，在此处虽然是与伊莉莉坐在了众人旁的小桌上，依旧感受到伦惠两人之间不同于以前的距离感了。黑金二人吐槽自己咱俩都已经不是社的成员了，以及故事核心了，片尾 SO 列表说不定还被放在最后结果还真的被放到骚扰店员的后面。随着庆功宴情绪水涨船高，伴随着冷艳的车壳以及奔驰的引擎声切入，画面转向一样带着彩蛋19-1026车牌的车驶入地下室，停车场周围车辆也不枉工商之力展示了各式他作作品的痛车。那名红发恶魔红板朱音出现在庆功宴上，而当然在如此场合出现还和旗下两位作家大声嚷嚷讨论剧本的场面，马上引起周遭客人的注意。红板朱音拿出一大把钞票，跟前来劝阻店员表示在场客人所有消费，老娘今晚全包了，还有什么意见吗？众人便开心一哄而散，开始肆无忌惮点起餐点，第一段剧情便在此画下帷幕。写完妇女主角们路线的伦野终于开始执笔主要女主角寻离路线，而让他始终无法继续动笔的便是寻离开始意识到主人公情感的事件，也就是寻离食物。在与惠讨论该怎么办时，惠提出可以与学姐讨论，伦野表示可是在烧烤的时候提到当时在新干线亲吻时你不是超级生气的吗？万一和学姐讨论时天雷勾动地火。话还没说完的伦野发现小惠脸上表情转为不可描述的神情，从声优声线来听应该是完全将黑化情绪写在脸上的那种。话虽如此，惠补充但毕竟是为了我们的游戏，你就去吧。原先已做好传讯息询问学姐意愿而站在学姐楼下门口的伦野，被一旁路过的红板朱音发现而接上了车，告知学姐今天并不在家一事。朱音邀约一同共进一餐，两人来到一间被包下场的高级餐厅。伦野抛出自己目前制作游戏的困难点，朱音立马精辟的点出他所拥有的特质——童真力。什么是童真力呢？就是只有身为处男的家伙才能写出超级肉麻恶心的剧情，那是不管诗雨还是他都没有的能耐。此处有埋下一个非常漂亮的伏笔在朱音协助看剧本时，原先打算拿起酒杯的右手似乎使不上力，气愤的他改用左手完成的动作。顺带提，两人也是在这时交换了名片。知晓该如何突破困境的伦野大胆开口向电话另一头的小慧表示，我要写出让自己都能的作品。虽然话还没说完就被挂电话，就是会躺在床上，身旁放着第11卷封面的衣服，表面上说着不同意伦野的词汇，身体却像是很诚实的在洗澡完换上那件衣服。在电脑前扮演着游戏的寻离开始与主角打情骂俏，甚至是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叫了頑張れ智也くん，发现自己泄露感情时的可以说剧场版在凸显加藤惠这位少女心机与腹黑的细节丝毫不留余力通过与惠聊天终于突破瓶颈的伦野在最后还提出邀请小惠于他生日当天9月23日在池袋来一场约会。此处为原作第11卷内容，如预期的确实90卷被省略了，因为在动画结尾已经将惠仪二人之间的心结解开。除此之外，伊莉莉虽然戏份遭到省略，但整体还是一个重要角色，反而是学姐失语剧场版中玩忽大幅度削减了其戏份。原作中顺序是第9卷伦野为了让惠和好而撰写了伊莉路线，第10卷为了让信心被朱音毁之殆尽的学姐重新振作而写了学姐路线，在所有配角完成后才进入11卷所谓主要女主角加藤惠的寻离路线。平心而论呢，我反倒不觉得剧场版删减是错误之举，将重心放在刻画加藤惠这位角色身上时反而更加聚焦于一点。不管是嘴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透过 Skype 勾引伦野的身姿，在车站月台亲自体验游戏剧本的恋人握手桥段，还是收到生日约会邀约时的每一处都扎实地感受到，或者说惠这位角色穿越过次元之壁的真实感令电影院位置上刺然我害臊的只能哦哦哦的呻吟这当中尤其救赎月台牵手最为致命提到印象最深刻场面时声优毛友阿姨与大西沙之非常有默契表示就是这里。如果说开场学姐搔首弄姿翘二郎腿的黑丝画面，以及与伊莉莉在桌下互踢吵架是所谓脚步的描写，那加藤惠最大亮点就在于她的手部了。先是主动牵起伦野的手，嚷嚷着呀得見ないと分かんないよ。やってみないと。而后镜头一个换位切换成手部特写，惠的手像是充满欲望的触手，娇嫩滑顺的穿过伦野的指缝之间，两个人手妖媚地缠绕的景色，原来光是手部也能如此煽情吗？玩物，我可以称呼你为前辈吗？接着进入30-60分钟的环节，环玉编年记的制作。9月23日约会当天早上，红板朱音因脑中风突然倒下，被送往医院。先前交换名片派上了用场，第一时间伦野被告知此事，满怀期待在约定地点等待的加藤惠收到伦野电话，表示
约会要取消。然而和上次去纳须高原找伊犁不同，轮野向其保证之后会打电话告知详情，并确实报告联络商量。即便有所不堪有所不满，会最终还是接受轮野的决定。因脑中风导致右手无法动作，需静养，势必得有人来顶替朱茵位置。此处为原作十二卷内容，也就是会所不期望的转的到来。哎，王后你真的是很喜欢在别人身上搞人欸。上一个受害者名字叫雪菜啊。这边改动是这样子，原作由轮野主动提出要去协助黑金二人完成作业，剧场版则改成了先是由伊织代替，后由伊犁提出希望轮野来帮忙，同时新增在医院就先和会说明一切事件起因，并且最后向会说了等就比我没得多。如此改动最大的好处在于观众对安艺伦也这位角色的外遇感会下降不少，且提前祝贺举动更为其一切行动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圆。因为前面的改动，原先会坐在门口看简讯而后被伦也发现的名场景，就改成了向伊犁打探他们与伊织负责的现况。而后在知晓伦也即将和伊织交换前去帮助伊犁与诗雨前辈时，伦也表示如果不去帮忙游戏可能就只是良作，但无法成为神作，他们表示需要我。然而这也意味着或将放弃他们自己的游戏成为神作的可能。私やっぱりあなたのメインヒロインになれないよ。痛苦地说出这句宛若分离的话语，加藤惠就这么乘车难过地离去。这里很好表现出了二人的心情。之所以无法忽视伊犁与学姐的请求，是因为轮野仍旧对他们抱持着憧憬，不希望他们的努力因此白费。作为尊敬的创作者，作为努力追赶的存在，这份想要守护二人梦想的心，正是他当前最大愿望。而对加藤惠来说，那份纠葛的心情又再度浮现。对他来说，那两个人的特别和自己相比，实在相距甚远。既不是青梅竹马，也没有特别能力的自己，他的泪水与话语完美表。表达出无法接受安艺伦也所寄望的故事的心情。话虽如此，不断擦肩而过不才是 Gale Game 必经之路吗？此时的加藤会嫉妒，会心烦意乱，他已不再是那个不起眼，不再是被说成情感没有起伏的少女，而是能愤怒能哭泣能和所谓的普通恋爱的女主角了。在伦也和制作公司 Mars 进行交涉后，终于获得两周缓冲时间，使黑金二人还有修改剧本与插绘空间。在一同制作编年机同时，伦也也不停用邮件表达自己有多么喜欢会，更巧妙发现只要将会替换成巡礼，直接就可当作游戏剧本做使用。我们都知道十二卷及 GS3 的时间轴是交互穿插且互相补述，在此场景中呢，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场景，其一是诗雨学姐更加确信轮野心情的场景，其二是伊犁发现自己在轮野面前也能画画的场景。先说第一点，因为轮野直接将邮件复制到 Word 的举动被学姐偷偷看到且识破，其二开头在 Live 演唱会现场烧肉店轮野与加藤举动，再次体会到轮野喜欢的既不是他也不是伊犁，而是加藤会的事实，这才终于让他下定决心选择放弃轮野的选项。伊犁呢，最初在高原事件中，因过度喜欢轮野，发现自己在轮野面前无法成为薄暮英里一世，而那样的伊犁，如今在轮野面前也变得可以画画了。换句话说，此时的伊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认同自己输给了加藤惠。这部分若没有看原作，可能无法看出端倪。剧场版部分，因为是伊犁主动提出，先是被诗雨阻止，而后诗雨向伊犁道出自己观察的结果，表示如今轮野已经再也不可能退回选择他或是伊犁的路线。如果要让他来协助，作为必要条件，就得先放弃对轮野的恋情。想当然从小就和轮野相处的伊犁实在无法相信会那样的女孩也会喜欢上他，少了戏虐的剧本杀，换得而来的是伊犁独自哭泣的场景。原作中此段是轮野主动提出要去帮助伊犁，难以释怀，最后由学姐刻意撰写伊犁失恋的新作短篇作，要伊犁放弃对轮野的恋情。经典的闪耳光场景正是在此发生，这个场面可以说是本作屈指可数的名场景啊！如果可以，请真的务必要去拜读 GS3 原作评价分数我给最高的一卷。顺带提，当时给伊犁看的失恋剧本其实正是电影第一周特点 One Year Later 里提到的，由诗雨与伊犁共同创作新作小说 Seika de Ichiban Daisetsu na Watashi no Mono ja nai kimi e， 内容就是讲述二人失恋的种种真实经历，发售后再版不断，更是迎来剧场版化的人气大作。再来接近中盘的60到90分桥段，第二次的 Don Comic， 由于轮野的脱退，会也停止了 Blissing Software 的社团活动。在如此状况下，出海美智由与伊织共同策划该如何让小会重新振作。原作小说为 GS3 内容，为什么说学姐戏份大为删减？另一个点就在这啊，在原作中呢，其实由诗雨电话语音操弄出海美智流去套出加藤惠的内心话。当然，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啊，被追问到内心深处而哭泣的惠啊，实在是太惹人爱了。尤其最后那句正宫宣言 ，Tomo ya kun wa watashi no da yo， fuck。太他妈甜了吧！座位上的我在心中如此大喊着。结束编年记忆制作的轮野回到自己所属社团，在家门口等待的少女是那个已经选择原谅他的加藤惠。两人在道路上互相倾诉对彼此的爱恋。原作为13卷内容，轮野首度主动公开向惠告白。对他来说，拥有强烈个性和才华、过于二次元存在属性的霞之丘诗雨和伊犁是憧憬的对象，而与普通的加藤惠才是他在现实中找到的理想恋爱对象。总是表明比起三次元更爱二次元立场的轮野，如今也终于从二次元走向
三次元。在一连串告白后，加藤惠闭起了双眼。处男的轮叶见状，不知如何是好，手忙脚乱的。这是可以的意思吗？可是会不会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啊？虽然充满恐惧，但他还是鼓起勇气 A 了上去。结果在即将 A 到的那一瞬间，似乎是等太久的惠张开了眼，看到自己被亲的惠脸颊瞬间通红及吃惊。这一让轮叶连忙向惠道歉，都是自己误以为。就在道歉到一半时，惠积极地反亲轮叶回去，并表示：你并没有错哦，错的只是我们俩时机不对而已。最后两人决定十指紧扣，异口同声的喊 Say no， 两人嘴唇完美地贴合在一起。我的眼睛啊！暗也表示当时录这段台词时，为了配合宋康的声音啊，是一边偷偷用眼角余光观察一边录制的。阿鸟诶，猫野宋康协会动得很厉害啊，不得不说有声优配音真的愉悦。也难怪玩忽的第一任编辑会吐槽，我绝对不想让怂人看见我和一个臭男生来看电影的画面。你想象一下嘛，假设是和你暧昧的对象或是两个大男人一起到戏院看到这段时啊，那气氛能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顺带一提，最后小慧的也正呼应了最初在板道上接受学姐磨练，在轮野面前扮演理想女主时的提问。合格かな？今の私はあなたの作ろうとしている物語のヒロインになれるかな？あなたの力になれるかな？最后来到结尾的90至115分钟，接受伊尼里与诗雨二人的支援，在轮野家中展开了密集合宿赶工作业。傍晚，伊尼里向轮野正式告别的桥段，轮野为至今为止的事情向伊尼里致歉，并将自己和会交往的事情告知了他。早已之前的伊尼里要轮野不要再说了，而后在即将进到屋内时，却又回头反问：10年前。好きだった。我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这段真的很感人，但是我真的配不出来。随后轮野大喊的死ぬか下是那么的惹人心疼又催泪。要我来说，这段演出极神，当然原作插绘与文字更让人潸然泪下，拜托请一定要去拜读拜读。而原先接在之后的学姐别离，因整体剧情调动下，则挪到隔日早上与伊尼里离去轮野家的板道上。小说、电影、演出都很精彩，只是电影相对来说更把伊尼里塑造的更令人心疼。就是我很喜欢这边的插入曲 Dream Team Triangle， 毛野大西二人交互唱出角色心声，朝着板道阳光处直管笔直向前行，两个闪耀在黎明的一等星，在等待着那颗还未命名的第三颗一等星。没有光辉就不能原谅，论星等是不会输的。从相遇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梦想的 Team Triangle。伴随着主题曲 Glory State Haruna Luna 的歌声，快速带过第二次东空米的过程。中人们从风之级学院毕业，各奔前程。十二卷封面小慧伊利和好并相拥而泣的名场面，巧妙穿插在其中。最后回到熟悉的板道，快速跑向坡顶的小慧，问着荧幕前的各位：私はあなたが望むメインヒロインになれたかな？随着片尾 Staff 与鸣谢字幕跑过，我心想：不是吧？节奏怎么突然开火车了？后面一定还有对吧？果不其然。最精彩的全在后头的后日谈。随着画面由黑转亮，来到的是一间位于新宿百果园旁的餐厅。观众细微的惊讶声此起彼落的。在与惠交往了二年后，没能成为创作者的轮野成为了社畜。惠对当初承诺和自己一起追梦的轮野失望透顶。此时轮野面前恰巧摆着手机，上头画面是 Aniplace 爸爸的 FGO 用 CBA 队伍刷总火的防不胜防工伤，在场观众全大叫了出来：你果然还是忘不了那个女人对吧？惠冷淡地说出这句话后，就这么向轮野告别离开了餐厅。回到家时，发现落魄流落满脸胡渣长发的波岛一枝坐在家门口。这一次的剧本一定行啊，让我们在一起制作游戏吧。快醒醒吧，你到底还要追寻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到什么时候啊？丢下这一句话，轮野走到外头散散心啊。就在此时，从他身后传来和当初春熙在史特拉斯堡遇到东马一样的语气与声音。おもや。うだ。先輩，原来会说的那个女人正是我们的毛野爱依的学姐。突如其来的相遇，配上1990年代的日本经典情歌 Love Story は突然に，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最终章字样出现。你话就都妈的，难道是不起眼大学篇？伴随着伊尼里把稿子撒向天空的呐喊，直接将观众拉回了现实，就好像一盆冷水直接泼到我脸上。靠北啊，原来是玩护士玩 Coda 梗，之前嚷嚷小说编辑不给完，所以到剧场版完事吧。 OK， 我喜欢。在与惠交往二年后，两人终于创了 Blissing Software 公司。坐在隔壁的是同公司的制作人波岛一枝，坐在对面的则是如今飞黄腾达的人气作家与绘师夏之秋诗雨伊尼里。围着桌子正在进行的是新作企划的商案邀约，当年说绝对要追上二人的轮野终于以社长身份向二人提出洽商。伊尼里气愤地表示，为什么剧本是副
黑女儿不是青梅竹马的金发，要追加金发路线也不是不行的，大概要追加个200万就可以了。这点钱我还顶得住。100拿出黑卡，勉强的表示，又是让观众笑得合不拢嘴啊。结束洽商，回到池袋的轮野，看见加藤会后，二话不说直接抱了上去。哎，我靠，这么积极的吗？你绝对不会离我而去吧，会。抱着灰的轮野如此说道，两人牵手漫步在池袋高架旁的人行道，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甜蜜。原来现在的二人乔迁至新处同居，而公司 Blissing Software 就在其隔壁，公司成员就是当时的众人们。原本想就这么回家亲热的二人，打开房门却发现玄关摆满了鞋子。美智流出海在屋内打游戏，伊丽丽像坏婆婆一样四处检查老婆有没有好好打扫房间似的。打开浴室房门的会找到了屋内最后一人，正在洗澡的学姐瑕疵求私语。经历刚刚游戏新剧情的情敌对照，两人眼神之间似乎有着莫名过节，又点燃了火花啊，就不多提了。众人在不方便亲热，会只好在厨房要轮野端菜时，在被画面摄影机挡住的柱子后头补上外头没清晨的深吻。最后众人围着火锅干杯，干杯哟！終わりだ、お疲れ、お疲れ、今度こそおしまい。所有们同时也在现实打开了啤酒庆祝，为作品画下完美句点。随着字幕的淡去，可能因为是最速场次，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再到全场，掌声大。声地响起，不得不说啊，在日本戏院能有如此状况啊，算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打从二期动画后就有打算以剧场版做收尾，可以发现到二期再到剧场版的视觉图上头都有着小小的字 ：Blissing Software 啊，あきらめない。Blissing Software 啊，なくならない。Blissing Software 啊，終わらない。全員笑える場所に。他都离此开大哟。第一句的不要放弃，指的是二期中就算游戏陷入开发期限危机也不要放弃。第二句不会消失，指的是剧场版一开始就算失去伊丽丽私语 ，Blissing Software 依旧不会消失。第三句不会结束，代表着就算完成游戏不起眼女角培育法，也还是要继续向前迈进。第四句全员抵达了能笑的地方，代表着多年后的各个成员，也就是剧场版片尾，都走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事业高度。可以说标语设计的真的太有巧思了。值得一说的是啊。成为社会人的众人们的发型与穿着在升旗翘首下变得十分艳丽啊！为了凸显成熟大幅度抑制的肌肤露出，会从鲍勃头变成了 semi longo， 并且稍微有露出一点耳朵。伊丽丽舍去双马尾，变成有点像是当年的学姐一样。诗雨剪去了象征性的长发，变成跟自己泽边挺田院子很像的短发。升旗表示想要让人也再戴一次眼镜啊，所以就换成了细框眼镜，凸显大人感觉。其余几位在妆容与发型也有很明显的变化，看着他们的变化，也像看着一路追了本作5年多的自己啊，从学生追梦到成为 ACG 相关行业的社畜，不敢说不起眼有多有名了，但他真的是万中选一，能让我如此掏钱掏时间热爱的作品。我认为每个创作者都是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在主人公身上，玩户也是如此。正因为是游戏创作者，正因为从游戏到小说再到动画，他才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阅历，才能写出消费御宅族想要的商品。监督龟井盖太对玩户的评价是这样的：总是微笑着又非常麻烦的一个天才，玩户总是精算着每一个细节与桥段，加上他访谈中谈到的小段子或是玩梗，其实这些要素在推进故事方面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当被判断要拿掉的时候呢，身为脚本担当的他就会跳出来说，那样就不是我的东西啦，为什么拿掉呢？正因为是亲自担任脚本负责，正因为有那些愿意理解他这样做法的现场制作者们，不起眼女主角培育法才能有今天如此辉煌的成绩啊。7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不起眼我认识了在座的你们，因为不起眼我愿意飞日本抢先看，然后写这些字数爆表的自我满足评论啊。不管怎么样，最后都感谢收看支持的你。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于作者声优们的深度访谈、电影特点的后日谈以及主题餐厅、桌面商品的更多边角料，看这次节目反应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聊吧。如果本期节目你还喜欢，可以点个赞留言让我知道你喜欢。YouTube 订阅后记得点开小铃铛，哔哩哔哩可点赞特别关注，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通知哦。那么我是次郎，我们就下期再见喽。加内，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击 YouTube 频道旁的加入按钮，每个月小额赞助75元，看板凉酒里10种贴图任你在聊天室刷，同时也是支持我做更多直播与优质节目的最直接方式。另外也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频道，里面会有我的最新近期资讯。最后，我大多数直播内容都会上传至副频道次郎 Live， 有需要者下方有连结，欢迎自行取用。